近日，一位美国网红斯拉文以历史上死囚的最后一餐为主题制作了一系列的影片，他选择不同死囚并品尝其最后一餐再进行评分，引起不小讨论。斯拉文以各种失误呈现死囚的生命故事，他解释制作这系列的初衷，因为人们对死亡有一种迷恋和好奇心，而死前能选择最后一餐是一种罕见的情境，吸引了众多观众。但斯拉文表示，历史故事并非都是正面的，分享他们不是为了美化。